都得到离苦得乐。但是呢，要念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前行。什么叫前行呢？就是让更多众生能够靠过来，好不好啊？因为用食物啊，他们最喜欢这个食物是不分宗教的啊，任何动物、任何轨道，他们包括一只蚂蚁都希望有食物。所以各位，你最好用面包啊，用牛奶啊，那他们最喜欢的、但是都可以，任何食物只要素食的。当然你用肉，那罗刹鬼更谢谢你，但不慈悲。所以那现在用这个食物跟我念三个字，嗡啦吽。等一下会发给各位一人一杯，好不好啊？还是现在发？你不要把人家喝下去啊！里面一杯水里面有七颗米，那各位平常你都可以这样做：一杯水放七颗米，然后呢，念完以后拿去外面的树下没太阳的地方，不分时间，任何时间，水就代表所有的水，七颗米代表所有世界的食物，好不好啊？然后做布施，特别你做生意的、开店的，多布施，对你有帮助。因为呢，懂得供佛，一定要懂得下施，好不好啊？好，各位用你的右手倒数第二支，点水，点水啊！这个水一点出去，每一滴水都变成光，比太阳还亮，他们全身就凉了。嘴巴就不会吐火了。来，开始点水。来，嗡波波地地切多利那那耶多，嗡波波地地切多利那那耶多，嗡波波地地切多利但他耶多耶。再来，请地藏王菩萨消除他们的业障，叫灭定业真言。嗡，波拉摩尼，多林沙婆诃。多林沙婆诃。嗡波拉摩尼多林沙婆诃。嗡波拉摩尼多林沙婆诃。嗡波拉摩尼多林沙婆。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我念那么多，你们不需要也无所谓，你只要相信，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会放光，这样就好了。那我念的是灭业障咒，嗡阿罗多吉萨婆诃。但是各位负责观想，观音菩萨放出光，把他们的痛苦业障消除。嗡阿罗多吉萨婆诃，嗡阿罗多吉萨婆诃，嗡阿罗多吉萨婆诃。那现在念普贤菩萨三昧业咒。希望历代祖师大菩萨他们决心成佛的愿力，这个誓愿的戒律加持他们，所以他们身口意就恢复清净。嗡萨美耶萨多欢，嗡萨美耶萨多欢，嗡萨美耶萨多欢。来，各位用左手拿起来，跟我念三个字，以后就背这三个字。来，嗡阿吽，这代表嗡代表清净，阿代表无量，吽代表他用得到。得到功德，嗡阿吽，也把佛的身口意、清净的身口意来转化众生不清净的身口意，叫嗡阿吽，所以转化他们的身口意，他们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念三遍，来，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那你要观想整个世界的最好吃的食物。都在你的水跟米里面，整个 太平洋、大西洋，所有的水都变成甘露水，所有的食物都在你面前，要布施给他们，包括无间地狱，包括恶鬼道。跟我念一次，来，那么，萨瓦，丹泰多，瓦罗之地，嗡，三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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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然后我会念三遍，各位观想，一遍七，七遍无量，百千万的甘露。都布施给他们食物跟水，你这样想就好了啊。那么萨瓦达奈多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达奈多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吽。那么萨瓦达奈多瓦罗之地，嗡三不奈三不奈吽。那现在要布施甘露水，各位用倒数第二支要点七滴水。为什么七滴？来念一下：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 后面要滴滴滴，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都在你这边，所以你记得后面点一滴，总共七滴，所以我现在念咒，然后大家负责点七滴，好不好？来，
南无娑罗波耶，他那耶罗耶，那智那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他那耶罗耶，那智那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波耶，他那耶罗耶，那智那哦，娑罗娑罗，本来娑罗本来娑罗，萨婆诃。现在我要给他药，这一种香是要做的。各位，你吃的中药粉啊。偶尔可以布施一点点，好不好啊？胃痛的人布施胃药给众生，你发现你就不用吃药了。像我每天走到哪里都带感冒药，都一直问有没有人感冒，替我吃药。因为我们相信因果，所以现在念药师咒，各位负责点水，好不好？水变成药师咒水，这个香变成药师的药香，帮助众生。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来。那么波揭发地毗沙奢俱卢毗卢利婆那婆诃那奢耶那揭多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那么揭谛梭哈。我再念两遍，麻烦各位观想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所爱的人、家庭、事业、国家、社会啊。我听说这两天纽西兰、奥克兰有火灾，对不对？我们回向给他。我听说叙利亚、土耳其有一点冲突。那各位啊，我们没听说香港赶快和平，好不好啊？啊，大家爱国爱家，就是你要用心，不要用对立哦。你用对立，它就越混乱。你用爱，你用接受，用特别用佛法，它会平静，好不好啊？人事物都一样。来，你要用想的，如果你不会念啊，你用心想比念还重要，好不好啊？你心里相信。南无波揭发地毗沙奢俱卢毗卢利婆那婆诃那奢耶那他揭多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上摩揭谛梭哈南无波揭发地毗沙奢俱卢毗卢利婆那婆诃那奢耶那他揭多耶阿难阿帝三藐三菩提耶那智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上摩揭谛梭哈。以后各位点香要记住，香一点起来有四个方向要圆满，念一下。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然后再把这支香，如果你三支一直插在佛，一直插在祖先，一直去插在外面，好不好啊？啊，就是要全部供养到。佛教讲空性，就是一心照十法界，你对于十法界都要圆满，好不好啊？所以在那一次。供养三宝，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特别女生有堕胎的，你如果不超度她，她会让你妇女病啊、腰痛啊，然后等你儿子慢慢长大了，她会附在你儿子身上，跟你关系会搞得很不好，因为你疏忽了她。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对她很好啊，对他很好，供水的时候替他供两杯，三个小孩供三杯，三完杯以后再给他洒掉。你这么爱他，他会不会超度？慈悲就是超度，没有特权啊，不是说我师父听你念，师父没慈悲念吧，老半天也没用啊，还不如你自己念。所以问题是你有关心他，有忏悔，因为女孩子都有堕胎，你有对他忏悔啊，妈妈错了，爸爸错了，那时候没办法。甚至你跪在佛前跟他忏悔，完了以后，妈妈现在为你念三遍地藏经，经常为你点灯，希望你去极乐世界。因为你跟他忏悔，他就会接受你的功德，接受你的功德就可以超度，了解吗？如果你没有跟他忏悔，你干嘛附在我身上？你不赶快走，然后他就恨你，然后就会去伤害到你的小孩，破坏你的婚姻，破坏到你的身体。所以特别念一下来。我向所有流产胎儿，自己之流产胎儿虔诚忏悔。你负责忏悔，我负责念咒。利波利波地求后求地透罗尼的尼向来的毗尼尼的摩诃揭谛春尼揭谛沙婆诃。还有你身上开始有一点酸痛了，膝盖痛啊，腰痛啊，有冤亲债主了，那你要跟他忏悔，好不好？乃至你爸爸没学佛，你儿子没学佛，你做妈妈的替他忏悔，好不好啊？因为佛法帮助他，所以来附着身上，附着父母子女身上各种冤亲债主、动物灵、堕胎胎儿、无形众生、
求佛加持，我今忏悔，同享功德，同生净土。好，那么刚刚罗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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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嗡阿吽，所有有情，鬼王菩萨，这个澳洲有鬼王哦，对，带眷属哦，有大蜥蜴哦，大鳄鱼哦，啊，这些亡魂呢，那我们都认同他的存在，对他很好啊，来一起发菩提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好，各位把水米放地上，他们已经喝到了，等一下你们出去的时候再把它带到外面。最好放在哪里呢？晚上没问题，白天如果有太阳的地方就放在没太阳的地方就好了，因为众生怕太阳啊，阴凉处任何时间都可以做啊。一杯水，一点点米，如果 你家里可以插香，再加三支香，不能一支香也可以。那你每天做这种慈悲的功课，你会觉得很慈悲啊，很快乐。命运会不会改变？因为佛陀说了，你用百千万亿黄金去布施，去造佛像，去供养所有出家人，那是有福报，还不如一念慈悲心的功德。佛陀说，你用一块小小的面包布施给蚂蚁、蟑螂、鸽子这些可怜的，包括无形众生，超过供养所有佛的功德。你也讲慈悲才是供养诸佛，对，佛已经不需要你做供养，那只是给我们种福田了。但是佛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慈悲众生，所以你直接去慈悲众生，那佛更欢喜。所以我希望各位用水、用米、用一颗香，还是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好不好啊？念阿弥陀佛，不要为了自己往生净土而念佛，为受苦众生念佛，好不好？为澳洲人，为你看到的火灾、看到的车祸、死亡，为他们念佛，这个就是供养佛最好的方法。所以阿弥陀佛说，有人用悲心念我的佛，我请十方诸佛供养你。为什么？你真心在帮助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只是他的生命的意义就是慈悲，帮助众生，带着众生去极乐世界。所以你用悲心念佛，那就是在利益众生。所以希望各位在澳洲海很多啊，口袋放一些米啊，我们还做了很多素食的饲料，好香啊，咚就沉下去啊，鸟也吃，他们也吃，时时刻刻都可以，好不好？各位最好学我去买一个瓶子，走到哪里每次飞机长问我这是什么 Holy Water 啊，印度人赶快给我撒一下，把我带到后面撒一撒再出来，还谢谢我啊！因为观音菩萨的甘露水永远不要断，好不好啊？走到哪里，你每天都有水，每天吃饭。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吃素，那碗饭也是素的，对不对？那饭拿起来供养，再念一次：供养三宝，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然后就拿至少七颗饭，窗户打开，呼，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在飞机上坐飞机也是这样，那块面包也是素的，拿起来供养，捏一块往椅子下面，呼，利益众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咒事，因为他们拿给我很多都是荤啊，有些葱蒜，我都放在那边，我也念，念完以后整个供养他拿去就好了。啊，我们会念一个施蚕食咒，那最主要是悲心，我是念给整个飞机的人，不是光我自己。啊，飞机所飞过的地方，慈悲的念。好，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